看，这个就是我家，这就是我家，农村的房子啊，那个就是以前的老房子，我重新装修了一下，2017年重新装修了一下，这个房子已经，95年盖的，95、05、15，20多年了，后期我装修了一遍，装修的这个风格，以前这边是一堵墙，以前这边是一堵墙，我给砸开了，自己家的房子随便砸，没人管，然后那边是几个卧室，这是我的主卧。我姑娘在那个房间，这是我儿子房间。儿子，儿子，跟大家伙打个招呼，这是我儿子齐豫，帅哥一枚。啊，这两个大懒蛋，来出来打个招呼，快点儿。这是我大懒闺女齐媛，哎，脸呢？我闺女齐媛，那个是我外甥女儿，他俩不认呢。她。算了吧，都没起床了，什么脸？背什么背？谁家的背？谁打的？找他要。你的背被他打碎了，你找他要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啊。已经安全到家了，然后那个。才起床，才起床，头发还没洗，一会儿要去洗头。给大家伙拍个视频，就是说之前我不是在拉萨收养的狗嘛，臭狗米修，这是米修。很多人可能会持续关注说这个狗老狼养到家了之后会把这狗怎么样？你们也能看见，我现在把它就当做自己家人一样，当就多来一口人一样，就是。在我们家这儿，他现在二少爷一样，晚上在我们沙发上睡，躺哈喇子，把那拉沙发那个垫子躺都是，看看他，哎，不许咬我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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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荣辱感很强吧，而且跟我们家人也都混熟了，让你叫他一声。知道吗？我媳妇儿是一个比较，干净的人，一般的狗都不让进屋。然后米修来了一点儿都没有那个，就是反感，直接让米修就荣获殊荣。第一天晚上是跟着我们在那个屋里边，在卧室睡的，在卧室睡他有点睡不习惯，他不愿意跟我们睡。我给铺了个垫子的地，他不睡，然后就一定要在客厅沙发上睡。天天晚上在客厅沙发上睡，昨天晚上我买车回来，他还，我都进屋了才知道咬我，一看是我，然后不咬了。看，再看一看这个丑狗米修，大丑狗，大丑狗，嘿，说你呢，看见了吧？所以说你们可以打消你们的疑虑，说这个米修。我从那个拉萨带到家之后，吸引眼球啊，说以后不养了，不会的啊。那个，哎呀，好好的，这儿，哎呦，你瞅瞅，这哈喇躺着，他这有毛病，就他老躺哈喇子，躺的沙发上都是。晚上我睡觉的时候。他不搭理我，又一听有动静，着急有动静，哈哈哈哈就来。天天早上得把他放出去，他要上厕所的，每天早上要把他放到外边去上厕所。还是那习惯，不过米修有一个习惯挺好，就是他从来不在屋里边大小便，不会像别人家的狗在屋里边就看着花盆啊，他也会上还得那个浇泡尿啊，这个不会，还是挺好的。嘿，而且我家姑娘对他也挺好的。齐源，齐源。齐源，你喊米修，你看他过去不？我说你喊米修，喊不喊？去不去？你得喊他呀！你喊的一点都不诚心。你看我儿子喊，儿子喊他，你喊他，你喊他。委屈不住，谁喊也不行，还是。愿意粘着我，
哎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这儿来。哎，待会儿给他洗洗澡吧。啊，闺女。嘿，宝贝儿，米修，坐上。待会儿给他洗洗澡。你洗，我睡觉。嗯。你洗，来，米修，这我带你洗澡去。不准抱啊！咋？来来来来，我得搬进来。进澡盆儿，给你洗澡。说好的不是用的啥洗吗？用澡盆洗吗？人变洗衣机了。哎呀，就是洗的快方便。洗的方便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等会儿洗一脚一倒脚不脚不脚不干净。那试试来，米修来进去，米修来，看那洗干净吗？跑了，跑了，一有事他就往沙发上跑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放心吧啊，这个狗跟着我会好好的。然后，你从哪儿掉块骨头来？嘿，等我下次出去，我还会带着它的啊。嗯，但是我有它了，就不会收养别的狗了，因为没有那个精力。哎呀妈呀，这哈喇子淌的，别啃了。停停停！给我，干啥捡个大骨头棒子呗？青蛙王，青蛙王，给你给的，给你个盆里。拜拜，谢谢你们的关注啊。